妈，你今天要整啥呀？今天我要焖点咱那高粱米饭，糊点小豆去，糊点小豆，搁点豆。我都没吃过这个饭，你上哪吃过去？我都多少年都没吃。我就搁这电饭锅糊豆子，豆子糊烂了，完了待会儿就焖。完了，我再将点这高粱米。这高粱米吃的时候，先把它泡一会儿，泡个几个小时。妈，你们小时候是不是吃大米饭吃的少，总吃这玩意儿啊？高粱米爆米碴子盯着吃，这年不高粱米才黏呢。这豆子熟了，我给它捞出来，待会儿焖高粱米饭。你这么多豆子焖老多了吗？少搁点，那个给它冻上，留烙板里吃。就下回焖再用一样，抓把木耳泡上，晚上炒点白菜片，这木耳涮火锅也好吃啊，我也愿意吃。这泡木耳多放点水，给它泡两个小时。我把木耳放这个盆里去，给这大盆再泡点豆角丝儿。这时候没啥吃，就得吃干菜了。你想吃火锅了吗？哪天再吃吧，没工夫。这豆角丝儿泡好了，放点粉条炒。才好吃呢，豆角丝儿得搁温水泡，搁温水泡快，得泡晚了。你天天回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成饿，看你都买啥好吃的了？这你这都能吃吗？这鸡腿儿，鸡腿儿啊、我去招你小外甥，小外甥一会儿让他回来吃点。搁哪呢？在后院呢。你看见舅舅回来了？嗯呐。快回家吧，舅舅叫你呢。啊？舅舅叫你。小手还插兜了，嗯，进屋吧。给姥姥吧。那买的啥呀？小王，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香。香啊，直溜的。这两天是客子的，吃啥都行。点火，先把高粱米饭焖水清了，米下锅。放点这事先糊好的红豆，行了，妥了。盖锅，烧火，切点白菜片，炒菜就吃饭了。切点胡萝卜，先炒豆角丝儿，先把肉放里头。放点十三香，放点葱花，再放点酱油爆锅，把泡好的豆角丝和粉条放里边，添点水，放点鸡精，再放点盐，盖上盖炖，豆角丝出锅，粉条炒豆角丝，放葱花爆锅。放十三香，放酱油，倒黑白菜，放点鸡精，放点盐，勾点薄芡，整点蒜末。木耳炒白菜，还放了点胡萝卜，出锅了。中锅，高粱米饭就好了。你早上剩的白糖也腾上了。嗯呐，高粱米饭，你吃过高粱米饭吗？没有。妈，看啥呀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才端着你没看着。没有，我以为拿半天了呢。哎呦我天，咋呀？可以，他那碗饭能撇了吗？这啥呀？高粱米饭，年高粱米饭，老香了。你多少年都没吃。这是啥呀吧？高粱米呗。我屋去，跟我吃饭。
还知道，你看我爸知道。咱们就简单的都是素菜，没啥。纯素好。没有。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。这啥呀？你姐夫也没吃过。高中见都没见过，今天来一碗正常的。正常的。好吃吗这玩意儿？我吃啥呀？你吃啥？人爸吃的大米饭。你吃大米饭吧，我就干噎吧，干噎，没啥我爱吃。这胡萝卜多好啊！来一口，你尝尝，好吃不？挺好吃，挺好吃啊！这不跟爆米茶差不多吗？碗，高粱米，粘高粱米。我就吃完这点，我就下台。就跟那个干吃那个高粱米饭呢，一口菜都不吃啊？这个真好吃。好吃啊！哎妈呀，妈，你说他爱吃，你跟你姥能吃一块儿去，儿子。你也吃了高粱米饭？嗯。咋样？味道如何？哎，这那粒儿大小不一样，我感觉。你那里边有红豆，什么粒儿大小不一样？啊、大粒是豆子，你瞅着点行不行？哎，我说的就是有大有小。